这是一个不会让孩子哭泣的世界，而我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世界而成为间谍。嗯，今天是2023年12月4号，是小雪的10岁生日，那我们祝福小雪生日快乐。那今天比较特别，小雪扮装的是安妮亚，那我扮装的是她爸爸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蛋糕。希望小雪可以享受这一天，希望小雪每天呢都能像今天一样快快乐乐的，每天都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好，不要打，祝小雪生日快乐。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叶永雪，这个是我们去艺美特地挑的哦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来帮小雪唱生日快乐歌哦，也唱，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小雪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好，祝小雪生日快乐。好，许三个愿望。祝全家身体健康，希望快快乐乐。那第三个愿望不要说，吹蜡烛。那个，我们就开始切蛋糕仪式喽。耶，都在这里。首先开始切，第一道从中间切，不能切断。杀手不是用枪，我们是用刀。那我们就请寿星来切蛋糕，第一道从中间切，不能切断。怎么感觉有人在旁边看戏？嗯，我在旁边看戏。好，下一个生日的是谁？是你呀、啊。是你。好，是我，12月14号。好，下一个生日是谁？是我左边这个路人。路人。因为是间谍加加酒的，这是叶永熙，没有那个相对应的角色。所以你快给皮森吃，哎，不，还是我自己吃用啊。我们一起来参加皮生，还没过关。吃一口你的，别人的吃起来感觉比较好吃。棒！今天是2023年12月4号，叶永雪的10岁生日，那我来祝福叶永雪生日。哎，要讲几次啊？今天我讲10年的。等一下，你说话这点问题。棒！起来啦！今天是2023年12月4号，小雪的10岁生日。等一下，好。今天是2023年12月4号，等一下，好，才会干。